台东的孩子很优秀，不简单，在合唱、戏剧、音乐、舞蹈、柔道、健美、体操等各方面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屡获佳绩，值得喝彩。县政府连续三年为他们办理金牌才艺秀，邀请这些团队到文化处演艺厅，将他们平常努力练习的成果和金牌的荣耀和乡亲分享。那我们为了鼓励这些孩子，然后让他们也能够把他们得奖的这些作品啊，在家乡的乡亲父老面前能够表演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从三年前啊，我要教育处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台东孩子的金牌秀，广获好评啊，不止我们的乡亲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子弟这么优异的表演，我想对这些选手，对这些孩子来讲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站上我们演艺厅的舞台对着这么多的我们家乡的观众来表演啊，我相信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鼓舞。桃园国小的合唱，新兴国小的乐舞，台版国小体操队的鞍马，还有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掌声鼓励！出来国小的戏剧。戏剧，台东县柔道健美团队力与美的展现。东商元舞社的乐舞，东商管乐队的精彩演出，全都精彩夺目，超级吸睛。5月21号晚间，2014台东孩子金牌才艺秀登场，县长黄建廷夫妇以及文化、民政、计划处等处长和许多乡亲们一同感受金牌震撼。台东所在综合报道。